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吧。龙霄自律的重剑元神，分辨凡香好物坛已完结。活动攻略究极升堂的乐窝，巨人清澈的崩破，顺便激勇的电弧，过在极化的传导，灰斗颓坏的冰能刺激，边谷的寒霜元神 4.7。好的，这一边是最后一关，来带上两个试用角，然后就带上自己的香，还有这个林尼特来开始。这边开始之前切到凯亚来开始，凯亚一技能，然后林尼特开个大，林尼特扎一下，凯亚这边开个大香灵、开个大过八师傅的枪法，然后仆人一技能重击，然后一直平 A 就可以了，然后凯亚一技能等待凯亚的大，凯亚开个大林尼特，这个刹那相信你开个大香灵一技能，香灵开大，仆人一技能重击，平 A 掉血就开大啊，仆人掉血就开大，哎，能开大能乃自己，等待凯亚的大，凯亚一技能，不太够林尼特扎或者香灵一技能铲球一下，林尼特开大，凯亚吃球，凯亚开个大，香灵开大，仆人一技能重击。凯亚一技能仆人重击，一技能扎一下铲球给凯亚，凯亚一技能萧灵一技能，凯亚平 A 林尼特一技能，仆人一技能重击，凯亚开个大，萧灵开大，仆人一技能重击，开大长损仆人重击，这个凯亚一技能好条灵一技能，仆人一技能重击，凯亚一技能啊，仆人一技能重击，凯亚开大摇梁，林尼特一技能，仆人一技能重击，林尼特开大，凯亚一技能，仆人一技能重击，仆人开大，仆人平围，好了，搞定。